林品彤。要。淡水分局许成豪。要。北方分局周小平。要。尤其对儿类家暴事件要特别的关心，我期待新北市的妇幼，我们要给他们多多关心支持，让他们能够在新北市有一个安全快乐的好生活。所以妇女节快乐，市长会跟妇女以及我们孩子们一起在新北市快乐的成长，谢谢大家。